持续关心美股，今片大厂辉达周一股价大涨百分之二点四三，收在一百三十八点零七美元，这是创下了股票分拆之后的历史新高，市值也跟着盘旋来到三点三九兆美元，大约是台币一百一十兆元，这只低于苹果的三点五二兆美元。而外媒就分析，辉达有机会再度超越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 Jensen running around New York meeting investors all over the East Coast. He's got a lot of good things to say. I, I think that uh, you should listen to him. Well, this is like when Apple did the iPhone and If you gave up on Apple in year two or three of the iPhone, you missed a lot。把辉达比喻成早期的苹果，认为现在才是辉达起涨点。外媒争相报道，辉达十四号股价每股来到一百三十八点零七美元，突破六月十八号创下的一百三十五点五八美元高点，市值也达到三点四兆美元，是全美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公司。外媒更大胆预测，辉达有机会再度超车苹果，成为全球市值最高企业。短线已经来到这个。 逼竟一百四十美元的这个关卡哦，也接近这个分拆前的高档的这个价位。十月十七号台积电的这个法说，它对于整个第四季甚至明年的展望哦，会不会对整个 AI 高阶的这个相关的晶片再释出更多的讯息，甚至哦会不会讲到 c o v a s 的这个产能哦这个。 能够加速推进的这个状况，分析师点出台积电法说展望对辉达有望产生正面注意。辉达股价在过去六个月内上涨近百分之六十一，今年来更暴涨百分之一百八十六以上。此外，联发科也加入战场，与辉达携手冲刺 A I P C 市场。两强联手开发安谋架构 A I P C 处理器，传出进入设计定案，明年下半年以台积电三纳米开始量产，分时超为英特尔 X 八六阵营管 A I P C 处理器市场，并且再度。 与劲敌沟通，在 A I P C 领域一较高下。不过对此传闻，联发科不予评论。哦，对联发科长期的这个营运来讲，哦，它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这个帮助。联发科的重点还是在所谓消费性电子的这一块。联发科能不能见到在整个这个中国的这个需求哦，从谷底在今年第四季，甚至到明年开始做拉升呢？我想才是整个联发科业绩的这个关键。在联发科与高通战场之外，专家也分析，超维在 C P U 领域仍在侵蚀英特尔市占，成长。 趋势没变，后续观察超微能否推出能够力抗辉达的 AI 晶片，强化竞争力。科技业 AI 战场正在加速扩大。记者万婷、陈玉志台北采访报道。